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此文紧接上周一的谷歌排名上不去，试试这二欧个实用的 SEO 小技巧。上，给大家介绍另外十种实用的谷歌 SEO 技巧。11，巧用 Title Tag Preview Tool。网页 title 如果太长，搜索引擎可能会通过添加省略号将其省略，这很容易使重要的单词被忽略。网页 title 如果太短，又会白白浪费权重。想知道你的网页 title 在谷歌浏览器上看起来什么样子吗？ Moz 开发了 Title Tag Preview Tool， 只要在其输入你的网页 title， 就会预览出在谷歌上的显示结果。根据预览结果，你就可以适当的来改善 title tag 了。12，给网站添加 SSL 证书。SSL 证书用于加密 HTTP 协议，也就是 HTTPS。目前，包含 Chrome 等在内的众多浏览器会对 HTTP 的链接显示不安全，并且很可能以后 HTTP 的页面会直接打不开。所以通过 HTTPS 来访问网站已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建议拥有个人网站的朋友们一定要安装 SSL 证书。13，巧用 Wikipedia 来寻找关键词和 topic， 竞争对手还未盯上的关键词 SEO 难度较小，更容易优化上排名。那么如何抢先一步去挖掘好的新关键词呢？首先，停止使用 Google Keyword Planner 和 Finder 等关键词工具，因为他们给出的基本都是一些关键词的紧密变体。然后转到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下面以 Insurance 为例。二，在搜索结果页面查看 Contents 部分，侧边栏内链 See also 部分。14，巧用搜索指令找高质量的相关博客汇总。高质量相关性强的博客外链对于关键词排名的影响甚大。那么如何找到这些博客文章呢？环星给大家汇总了以下几种搜索指令。比如我在谷歌中搜索 Yoga Blogs to Follow， 然后得到了下面这些搜索结果。可见都是一些对高质量 Yoga 博客的汇总。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答案是有的。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有很多朋友会说，拍视频的成本太高，海量生成不现实，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采用 AI 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帮你捕获精准客户。